当年随着国民政府迁台，市场周边有许多政府机关和官舍，因应这些从大陆迁移来的族群口味需求，摊商们开始供应江浙、上海及福州道地的点心熟食与南北杂货。老板，那像这个糕那么历史悠久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我父亲他做学徒学这个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对，他十九岁，要二十岁的时候到了台湾。原本在哪里？中国的哪里？就在上海。他是上海做学徒，所以最早你们就是做松糕。对对对对，我偷偷瞄到后面是有一个，我不好意思一直偷看他，但是他实在太吸睛了。哦，那颗这颗是拇指桃。拇指桃，对，因为它里面包小寿桃，所以它叫寿桃，但是它是拇指桃。对，切开以后里面是包了很多小寿桃，好可爱哦。那这个里面有几个？这个里面是24个，它算最大的吗？没有，最大的我们是可以做到跟这个盘子一样大，哇，两尺。这个是刻字化的，上面的字呢也可以有变化，所以不一定写寿，不一定写寿，可以写什么？那写生日快乐，英文、中文。英文也可以啊，英文也可以。而且你们这个就是跟这种过年过节的这种吉祥的感觉很有关系。我看到金块银块啊，金块银块是这个，哦，其实是桂花糖糕。对对对，因为它两色嘛，有点黄的跟白的，红糖跟白糖啊，所以这是金块。对，银块，因为我们是做成它这样子，这个也太吉祥了吧。